今日最後一套啦。呢套嘢呢，嗱，都係好強調一句，我哋係從來係唔睇簡介嘅，除咗鏡花。嗯。咁呢，喺呢套作品嗰陣時，我開頭話命運九重奏。咩啫？我睇嘅時候按九，唔係先，係 N over O N。OK， 九重奏睇唔到㗎，我睇到 nine。OK。唔係 norm。我知 ,O N 咗，我覺得 O N 係 on。好，咁即係呢套作品嗱，咁其實係講啲乜嘢呢？呢套作品開頭犀利，你開頭見到就係咩呢？嗱，我都知道一開頭我睇完頭嗰幾分鐘嗰啲咁嘅畫面之後，肯定就係佢係一套俾女性向睇嘅一套作品，因為一開頭係咩呀？潛水男 show 咩呀？梗係 show body 啦，同埋就係 free 囉。嗱，亦都係跟住一樣嘢嘅，佢已經突破咗任何四天王，佢頭嗰一分鐘唔使就已經睇到唔同嘅男角嘅見石嘅身形，服務女觀眾唔錯啊，有進步呢啲，即係對我嚟講當然 OK。我睇完之後跟住話啊，個故事講啲乜嘢，跟住開頭就係話啊，呢班人又唔知好似喺一個飛船度，唔係佢冇講飛船，一開頭好似喺一個城市裏面好悠閒咁樣生活，然後鏡頭一轉去到女主角阿小春嘅身上。夠歲數啦，可以著件女子高中生嘅制服行出屋企先。因為咩呢，就係唔知一個唔知咩嘅人同佢講話，當你到合適嘅年齡嘅時候，需要你力量嘅人就會出現㗎啦。你夠鐘就讀書啫，關咩事啊？咁呢啲好明顯係騙徒嘅騙徒嘅對白嚟㗎。咁 OK， 即係呢位少女就係唔知道隔船去邊度接佢嘅情況之下，或者佢唔知道幾時有人接佢之下，就行出咗村，然後跟住無啦啦咧就有隔船嚟接咗上去，去咗一個叫一架好似叫飛船嘅球體物體裏面，即係賣豬仔嘅故事啊 ！UFO 綁架地面人故事，其實咩呢，其實係有少真係有少綁架味道啊！你記得阿區係講咗一句説話㗎，你望清楚下面嘅世界啦。你冇機會翻啊！佢嘅意思係講到咩？你冇機會翻落嚟㗎啦。咁差唔多啦。喂，如果你講到咁嘅故事背景咧，我第一句諗到就係上季嗰套好廢嗰套咩貴族學校嗰套咩庶民生活嘅。咁有冇得攞嚟對比一下咧？冇，兩樣嘢嚟嘅。咁個故事入邊，哦，上到個船上面就話俾你聽咩咧？你喺呢架船裏邊，你乜嘢都唔使做嘅。總之呢架船就會開，總之去到某個時候就會咩呢，等世界所謂一個叫世界嘅組織嘅號召，咁然後跟住就會唔知就會分派呢班，其實呢應該話上得呢架船嘅人呢都係一啲能力者嚟嘅，係啦，咁呢就話個世界召喚佢哋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分派唔同嘅工作，咁而喺未分派工作嘅時候呢，佢哋就呢一班嘅少年少女就會在這個球體的飛船裏面一齊生活。你說得不好聽，主說末日近了，世界末日就快會到來了，我們要集齊這個教堂入面向天禱告，很快天使會來接我們，在某個日子裡面引定我們天堂，我們天堂享福的了，你這樣說嘛，你要國家不就是羅亞方舟而已，但羅亞方舟不會死的，當然不是啦，他那個感覺給我看什麼，那個是什麼，鐵達尼號來的，沉的還會斷開的，既要執埋執埋不條去邊。哇，我係真你唔好話，我真係睇落去真係，因為隔船去到第三集就已經俾人，去到第二集已經俾人攻擊啦。因為佢插得企嘛，我呢個船好安全㗎，真係出事你咪打佢。唔係，佢哋呢隔船係有強大嘅結界保護。佢同嗰啲咩戰鬥學員有保護罩咁分別。咁呢樣嘢大家都知道明㗎，呢樣嘢唔需要多講㗎嘛，呢樣嘢係。跟住就喺架船裏面，佢哋係做啲咩呢？佢哋嘅工作就係生活，即係食玩戲啦。係啦，有冇得食先？有。嗱，佢哋嘅食就係要自己種嘅，不過佢哋種佢哋都係用能力種嘅啫。其實所以係基本上佢哋冇乜點做嘅嘢。佢嘅能力係種嘢。有人喺度樹，啱啱嗰啲植物生長靠佢㗎啦。嚟咗呢個球體裏面嘅生活就係頭先講過啦，因為係話個世界會召喚佢。咁當然喺呢架船裏面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少男少女，當然係等住各位嘅女生去攻略佢哋啦。唔係，玩家係做女生攻略啲男人。唔係咯，所以個女生攻略佢咯。但我見嗰個劇照咧，可以見到咧，
一個女仔嘅啫，跟住全部都係男嚟。唔係有幾個女嘅？有三個女嘅，而家係有。哦、叫做咩？嗰班角色裏面其實咩咧？好似互相都有一啲嘅過去嘅，又係有啲過去嘅。佢哋啲過去咧，好似又同其他嘅角色有關係咁樣嘅。咁啊，去到現時為止咧，都未講曬，都未講過。啲角色究竟佢哋當中裏面有啲咩恩怨情仇嘅嘢嘅？攻略遊戲你而家最尾先講我嘅故事㗎啦，唔會咁快地講㗎嘛，係咪先？咁啊，當然你話呢個故事佢叫做埋下咗一個叫做，我覺得佢哋應該喺度殺死咗對方嘅誘因就係咩呢？因為咧佢哋講過就係話咩咧？當世界召喚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就可能咧因為唔同嘅任務咧而成為敵人嘅。咁咧，如果呢架船裏面咧，其實對我嚟講嘅話咧，再唔係鐵達尼啦，去到嗰個位就係。大屠殺個孤島嚟喎，因為呢、這個你係冇可能離開呢個島㗎，而你擁有嘅嘢就係你嘅特殊能力。唔係喎，一離開㗎嗱，如果係人制定客服嘅話，你揸飛船上去接佢嘅時候唔翻嚟咪得咯，你走咗可以係。所以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佈下咗一個咩咧互相殘殺嘅因子之後，我就咁樣覺得呢個故事，最犀利女主角乜都唔知道上到去嚇唔走得㗎，冇所謂啦。唔係女主角阿小春係嗰種咩咧典型越女向嘅遊戲嘅女主角就係咩咧？冇性格，我乜都唔知㗎、啊。我又但係佢嗰啲即係咩咧人即叫咩咧？好惹人，好想去有衝動去保護佢，或者即係當然有啲人覺得呢種咁嘅性格係好想過去打獲佢㗎啦。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即係打獲佢都係一種關係嚟㗎嘛，係咪先？咁佢係嗰種嘅典型嗰種咁嘅性格。咁啊，而阿即係叫做第一，暫時咁睇落去似第一男主角嘅阿區咧，就係、是、嗰種就係美型到就係好照顧身邊嘅人嘅角色啦。通常都黑化，話俾你知都會。但我個問題喎，頭先講嗰啲女主角定型唔係啲好舊式嘅。少女漫畫先有嘅咩？而家好似唔係好玩呢味嘅。我又唔係好清楚，我好少玩呢類遊戲，玩得幾隻嘅啫，最大。即係好似話而家嗰啲女主角係會正常啲，冇咁蝦人憎嘅嘛。因為成日都話呢啲女主角好想俾人打，連啲女仔都想打佢啊嘛。少數啫，未知全部嘅。唔知啊，我成日聽到啲人咁樣，啲女主角係強勢啲嘅嘛。因為其實佢裏面仲有叫做唔係女主角啦，仲有兩個女角就係阿深琴、深琴同埋七海啦，呢兩位女角啦，咁啊。一個就是大小姐型噶啦，一個係、一個就係、是、無口型啦，你可以話係嘅主角啦。其實咧，你應該咁講嘅，故事裏面咧，其實可以分得幾混嘅一件事就係乜嘢咧？每個女角係配到三個男角嘅。咁呢度係呢個世界係一妻三夫嘅故事嚟嘅，其實一定要公平嘅咩？其實佢係三頭麻將嘅故事啫，都可以咁講喎。唔係，其實可唔可以冚死隔離兩個？攞曬啲男，跟住唔係咯，都得一對九，跟住但可能好一對九男女，你要輸話將來會有女生入嚟呢度先，你要肯定咩啊？僕喺個入口度見一個曬過，有問題，我去接佢先。唔係，如果係上個男仔嘅，咁咪放喺入嚟咯。即係成個故事係咩咧？喺度不停喺度咧，即係幾少女漫畫式嗰種咧，係表現緊啲清爽啊，啲男角色嗰啲清爽表現，即係你撥下頭又好啊，突然間線下發又好啊。有啲花花喺後面嗰啲，冇咁冇花花，嗰啲爽朗嗰啲係花花嗰啲係女性嘅，嗰啲係好好超越我做嘅時候除衫嗰啲啊，嗰啲係你覺得我哇好爽朗啊，嗰類即係女性向嘅 service 咯，係啦，即係呢啲女性向先可能你真係唔好做嘢，好大嘅感觸，隻手即係嗰啲咧咩見到條鎖骨啊，嗰類咧揈下頭髮啊，係啦，除下眼鏡啊，即係無啦啦女主角闖入邊個男士嗰間醫室啊。冇呢啲係男性向劇情先嚟，或者女性向劇情會有啲嘢㗎。男性向嗰啲係匿喺更衣室，唔係坐喺更衣室。咁即係嗱，但係個故事講乜嘢咧？而家個故事裏面其實係好混亂嘅。依個故事真係一開頭就講話哦，趙然啦，跟住喺度生活啦，你諗住就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一班少男少女嘅生活故事啦。咁最終會唔會變成大屠殺？唔知啦。咁然後跟住就係咩？突然之間。出現咗就係咩呢？有人突襲呢隻船，破壞呢隻船，而呢仲喺個結界裏面突襲，即係話唔喺結界外面攻擊喎。咁然後跟住就係咩呢？就變成咗偵探事件。密室殺。我哋十幾個人裏面有一個係內奸。嗯。邊個係內奸？你肯定一個，唔係兩個咩？唔係我們都出現一個問題。然後跟住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搵兇手嘅遊戲囉。咪又配對遊戲，我哋一個跟一個啊，男嘅跟女嘅，咁女跟男嘅啊。我明點跟啦，真係即係去廁所都跟住係咪先？唔夠分㗎喎。所以有啲係男男一對咁樣，咁都話 service 女性向㗎嘛，咁梗係
啊、你明唔明啊？阿野人仔，明白？有 BL 嘅，唔使讲明嘅，你知啊？唔好咁啦。系啦，即系有啲嘢唔需要讲到太明嘅，真系有啲嘢系。咁究竟呢个故事咁其实系究竟系咩命运咧？同埋狗系九个男角嚟嘅，应该有个狗嘅意思，应该系咁就系欧王国三个女角嘅，应该就系、是。咁重奏九重奏啊嘛，佢仲有个嚟自未来世界嘅正太，咪都计落去先。系跟住就仲第三集无啦啦就系咩咧？因为呢个世界其实系一个你可以当系一个中古世界啦，可以话系即系比较奇幻嘅西方嘅中古世界咁样啦，中世纪时代啦。突然之间就嚟咗个咩咧？喺唔知1990几年嘅少年，突然之间闯入咗呢个圆形嘅飞船上面，咁然后跟住做乜嘢啊？是不知道的，為什麼他會坐進來都是不知道的。那然後跟住就是什麼呢？哎呀大鑊了，十個了，現在是不是九個還是十個、哎、不記得了，十個了好像是。那是不是九重咒變十重咒，我又真的不是很清楚了。今天敵人的應該是不是呢？我今天敵人就不知道了，其實就是。敵人應該至少兩個男的先。十零個。你不要計女的先，不計女的得回男的話呢，差不多就是九個了，應該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差不多了。敵人兩個嘛，應該我記得好像。咁所以就係呢套嘢就係、是、我就係知道咩呢，不停係三集裏面角色係不停增加，而就係咩呢，好老實講，我而家成套作品裏面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嘅認人能力係有限嘅，即係一套咁龐大藍過嘅作品，仲要係我更加認人嘅程度更加咩啦，仲要個個嘅樣都係差唔多咁嘅，又係美型咁樣嘅，就好難分嘅。最犀利就係佢哋冇講自己能力，你有知能力都大過好多。我淨係知，即係老實講，呢度而家裏面唯一俾我最深印象就係一個叫千里同埋一個叫阿區嘅啫。阿區嘅角色無他嘅，因為成日跟住女主角側邊啊嘛，咁一定係記得佢嘅。而千里嘅，因為佢係一個叫做喺呢一堆人裏面性格係最唔同嘅一個，但係其他咧唔好意思，印象好模糊啦。所以呢套嘢我只係話應該都係唔係太啱我呢啲純情少年，我唔係純情少年嘅，我啲好邏輯嘅人睇都唔知佢講緊乜鬼嘢其實。咁即係當然我期待就話，如果佢同我講之後係一個大屠殺咁樣嘅，跟住哇超能力聲嘅故事嘅話，咁咪睇翻咯，我一定睇翻話俾你聽。超能力大戰嗰陣，即係應該啲咩咒曲嗰啲通常都係有咩噶嘛，有高低起伏噶嘛，其實係咪？突然間一個變咒。咁啊唔同講法啦，咁啊總之女性向嘅話就大家記得啦嚇，即係同埋依個故事都教訓我哋嘅，其實鏡花係做得好正確嘅。先睇啊！凡事係咩啊？先睇簡介啊嘛。我都係應該要揾阿寶睇錯個名先。雖然我喺未來嘅日子我都係繼續會唔睇簡介嘅，但係我奉勸各位聽眾睇簡介其實係真係幾重要嘅。咁中貨機會會少一半先咯。系啦，咁啊，我哋啊，今集啊，去到依度啊，咁我哋其他啲新番就留翻下集啦。啊，下集嗰啲精彩好多嘅，好，我哋下集再见，拜拜，拜拜。